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今日好感恩，你哋得到呢一个好美丽嘅礼物。请在场各人见证，我李平愿意李庄敏诗为我合法妻子。我庄敏诗愿意你李平为我合法丈夫，并且许诺从今以后，不论环境顺逆、疾病健康，我都敬爱你、扶持你、安慰你，直至终生。